大家好，我是王俊霖老师。想要知道在工作上面是不是能够发光发热，在紫微斗数要看太阳这颗星，因为太阳星呢，它主官禄主，代表跟你工作上面的一个贵气的一个情况有关。还有，如果是女生的话，当你走到太阳这颗星的行运的时候，恭喜你哦，是会有桃花的一个机会的哦。太阳星呢，跟家里面男性亲属有关，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呢，父亲啦、先生啦、儿子，所以他们运势的情况怎么样，可以看太阳这颗星的情况。还有，如果你行运走到太阳这颗星的话呢，代表怎么样呢？你这段时间会很忙碌，算驿马很重，会忙个不停，一直转个不停然后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呢，会讲的是这个甲肝太阳星化忌进入命盘十二宫的一个情况。还有，在影片的后面呢，我会用一个实际的命例呢，跟大家讲解如何去看这个四化进入命盘里面的一个状况。所以，请大家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那如果大家对其他这个星耀配四化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在 Google 频道里面可以看到其他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个内容。那请大家呢，记得要怎么样呢？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那随时可以收到更多关于紫微斗数教学的一些影片的内容喽。甲肝的第四个就是太阳化忌，太阳化忌前面有讲过，代表贵气会受损，尤其是特别不利于男生。如果命宫来讲的话呢，你有这个甲肝太阳化忌，代表怎么样？自己的个性不满现实，容易怨天尤人。太阳在天上嘛，最大发光体，用抬头看啊，看到太阳在天上，所以呢，就是太阳化科就觉得天，上天对不起我。太阳对不起我，怎么呢？这个太阳光都照别人，我没有照到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怨天尤人。还有呢，年少时呢比较多病痛跟不顺哦，尤其呢这边来讲的话，这尤其对我，这是多打的哈。为什么少年时多病痛不顺哦？因为不管我们紫微斗数，不管你是这个大运是顺行或逆行来讲的话，第一个命宫一定先走命宫哦。命宫的话，因为就是看你几岁起运嘛哈。比如说这个水六局，就是六岁起运，哦，金四局、金色、金岁四岁起运这样子哦，所以说呢，代表说命宫就是代表是这个小时候的一个运势，所以你有一个太阳化忌，代表小时候就是会比较多病痛不顺，而且太阳化忌呢，当然来讲的话，第一个你得不到这个男生的帮助，哦，男生的帮助，太阳化忌是这样子，太阳化忌代表是男生，所以家里面男生啊，第一个爸爸。你的爸爸的运气不好，或者爸爸跟他的关系会有问题。第二个如果自己是男生的话，那父亲不在就代表自己。而如果是女生哦，你结婚之后，你的老公就是太阳化忌。所以呢，只要记得，你知道太阳化忌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宫位讲，比如说命宫、夫妻宫哈，这些宫位的话，或奴仆宫，那你跟男生的运势上面，跟男生的关系会出现问题。哦，可以说男生，甚至可以说男，直接说男生是你的小人，你会犯男生的小人哦。等一下我们卢浮宫就有讲，尤其对了是多打的哈、哦。再来兄弟宫，兄弟少哦，因为兄弟是男生嘛，这样太阳化忌就是少嘛，兄弟少或者是兄弟多灾厄，就是不顺利的意思，而且恐怕又怎么样，兄弟会有夭折的现象，自己呢会跟兄弟的感情也不好。所以说呢，兄弟宫太阳化忌要特别小心，在我们论命哦，先天定数上面会有一个兄弟比较容易夭折的情况。那他夭折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，如果没有夭折，至少呢，他们的这一个多灾厄，灾厄会不好哦，就是身体运势会不好啊，比较多灾厄，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会发生。再来夫妻宫，夫妻宫呢就是婚姻不顺，欠配偶的债。这婚姻不顺欠配偶的债呢，不管你是男命或女命，这个都是通用的，都会有这种现象。尤其特别你是女生来讲的话呢，哦，那当然你老公就是配偶就是男生了嘛，哦，代表丈夫有情伤，而且呢，配偶对事业上会有一种破坏，而且呢，会特别先生发生一些事情，会让你觉得你在事业上面哦，损贵气。比如说你自己本身事业上很有发展。很好，结果呢，你的配偶本身他的事业很差，或者是他就是会发生一些，比如说作奸犯科啊、犯罪的事情，
那你的同事啊，或者你工作上场合的这个朋友知道之后，就会，哎呦，那怎么你的配偶是这样子？那是不是对你的看法，我就会有一些不好的观感，就会损失你的贵气，有损贵气，就这个意思哦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女生，那你配偶丈他先生的话，就小心会有些损伤。损伤方来讲的话，自己本身运势不好啦，甚至呢，健康上面也会比较大的问题会发生哦。在子女宫欠子女债，还要特别小心长子会有损，尤其是第一个的这个儿子哦，会有一些问题发生哦。子女比较难会有成就，或者多是非小人困扰，会变这个样子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这个夫妻子女宫有子这个太阳化忌的话，然后就会比较多担心哦，家中的男生的，就你的子啊、儿子啊，儿子方面问题会比较多哦。财帛宫重视钱财，因为化忌，这自己的心都在钱财上面啊，重视钱财。但是呢，赚钱辛苦，反复不稳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太阳化忌啊，化忌就是不顺利。要小心，不要帮人做保哦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帮人家做保的人，容易会被牵连。就是你帮他做保，就最后还不出钱来。那比如说你要去帮别人还这个钱，或者甚至严重就会牵扯到官司上的问题。吉二宫一忌呢，自己会比较固执，比较阳刚，阳刚气比较重。其实吉二宫只要化忌的这样的人，通常都会比较固执一点，脾气都会比较固执。小心什么健康呢？易有眼睛方面的疾病跟心血管方面的问题。像现在我们知道，现在这个社会心血管疾病的人很多啦，高血压啊，这个心脏啊不好的问题哦。那因为太阳它是红色的一个能量体，所以太阳呢在我们人体里面，太阳星在紫微斗数，然后第一个光明嘛，所以跟眼睛有关。第二个就是一个能量运输能量的一个器具啊工具啊哈，一个内脏五脏六腑，所以它就是心脏啊，心脏的问题。迁移宫太阳化忌啊，化忌到迁移宫一定会出外发展啊，他也很喜欢出外发展，就不喜欢待在自己的出生地啊，喜欢外面跑，我们讲外出命，外出命。但是呢，不顺没有贵人哦，虽然我喜欢出外面发展，可是呢，很抱歉哦。你出来发展是没有贵人，没有贵人会帮忙你的，而且会发生很多不顺利的事情，困扰问题会很多。出来呢，发生哪些事情？第一个多意外，还要小心怎么样，比较容易生病。龙虎宫朋友对自己没有帮助，可是呢，你又欠朋友的债，就是说朋友对你没帮助，可是呢，朋友呢有事情一定找你来帮他擦屁股，要找你帮他解决问题，结果呢，你又变成说。好像说可能自己心脏比较好了，或者是这个一些特别的原因，就比如你一定要出面帮朋友解决这些问题，所以呢不得不帮他解决，所以欠朋友债，特别小心容易犯什么男性的小人，自己呢不宜做什么公众服务方面的行业，跟大众有关的，尤其是帮别人，就像你要像一个大太阳一样去普照众生，这样的行业呢就不适合你做，为什么？因为化忌就会不顺利。官禄宫对工作很执着，可是呢做得很辛苦，工作也比较多变动，所以呢最好劝你要怎么样，上班不要自己创业，自己创业当老板，你上班工作不顺没关系啊，大不了就换个公司嘛，换公司上班。你创业哇，你投资下去不管心力啊、时间啊、钱财很多，你只要事业不好，官禄宫不好，运气不好，一做做不起来哦，那你最后变成说你的损失很多，所以说化忌星在官禄宫的欠你呢，最好就是不要创业哦，上班会比较好啦，出问题不会有那么大的严重哦，失血不会那么多。天台宫风水差，第一个哦风水不好，第二个采光会不好，因为太阳就是光明光亮，那既然太阳星化忌，就代表采光不好。自己的家人运势家运会比较差，就家里面人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造成你的困扰哦，家里都不顺利这样。搬家次数呢也会比较多。福德宫没事情也爱自己找事情，忙碌哦，闲不下来，因此呢劳碌比较难享福，可以说没有享福的命，
还有呢，思想常常想什么都比较多的负面，而且呢，会觉得好像生活不安定、不安稳的一个情况。有些时候呢，其实自己想的负面的一个情形啊，不一定真的有特别大的问题。不过呢，当然太阳化忌在福德宫，第一个一定吼会比较劳碌，比较难想的。第二个化忌就会冲财帛宫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呢，其实婚姻感情也要注意，婚姻感情要注意。父母宫，父亲不利，运势不好，运气不好，容易有一些损伤。损伤当然很多，第一个就是健康上的问题，第二个运势上面的差别不好，第三个有可能什么工作或钱财上的一些问题。我觉得人生难免会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，而且不顺利当然就是会比较严重的，比较严重。还有呢，自己会跟长辈、跟上司关系会比较差，还有呢，自己容易惹上官司哈。因为父母宫也代表什么长辈，所以代表我们跟公家单位的关系跟缘分的好坏，在前面十二宫有讲哦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父母宫有化忌，代表说你跟公家关系就会比较差，因此就容易惹上官司哦。公家单位哦比较多的状况问题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例子哈。这例子因为是甲年生的，所以它就是甲干。甲干看看第一个化禄。那父母宫，父母有钱啊，当然前面讲过，跟父母关系好。还有呢，廉贞星是桃花星，这代表他的父亲桃花会比较重。那当然呢，这个只是先天四化的状况，所以呢，代表他父亲生下来一定有带一个好的财运。可是这边有化忌，有个字化，一个字化，一个化忌的化科，化忌前面有讲过，会把化禄整个的做一个破坏。化入好运把它破坏掉，所以代表他的父亲呢先天财运好哦，比如说生天下来呢，他的祖父有钱，有钱呢，所以他父亲生下来就接了家的家业家产，哦，家产就生下来就有钱，财运比较好。可是他父亲后天的运势的问题，或者后天自己的行为造成有破财、钱财有损失的现象。所以虽然先天四化来看呢，连真有化禄，可是因为后天有个化忌问题，所以这个先天化禄有受到了破坏。还有一个化科，化科，所以这个化解。可是化解是代表什么？虽然有时候有贵人，可是也代表这个事情会拖延的比较久。拖延的化忌的问题会拖延的比较久，没有办法那么快一下子就把它做个解决啦。然后呢，再来看化权，化合在吉二。这个女生脾气比较凶。脾气一不好，一生气的时候啊，就很凶，看起来恰北北啦。我们说母老虎这样子，而且呢，身体小心有破相，特别在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哈、如果哈、我前面应该有讲过，我们如果把紫微斗数命盘看成一个人的长相，看成一个人的长相，五位是在上面，这个是在上面，所以这边是人的头的位置。五宫和位宫大概在人的头部的位置，所以这边破军化钱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的头部有破相，大概头部头脸的部分，头跟脸部分有一个吉在吉二宫，对吧？所以头跟脸地方就有破相。还有破军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，破军其实有时候是一个什么状况？破军这个星号有时候会是整形。整形的一个情况，我告诉他就是在头脸。那当然，这个整形有大有小啦。小的话，可能割个双眼皮啊，纹个眉啊，也算是整形。大一点哦，就是这个垫鼻子啦，削骨啦，这种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破军这个形，有时候在吉二宫是一个整形的一个状况。那当然，因为他先天破军化权，所以生下来就会有个什么状况呢？就是会有所谓的。这个破相的问题，大家了解吗？会有这个情况。再来，我们看看花科，花科在朋友，朋友不错，朋友等于是有贵人，那朋友也会比较斯文，交往来的朋友呢，通常就会有些比较斯文，念书跟学习、教育有关的一些朋友上的缘分关系，所以可能呢，他认识一些朋友本身是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。再来化忌到迁移宫，这个人呢，所以生下来怎么样？就是很喜欢外面跑，天生有一个机缘，生下来的姻缘就是要他往外面跑，所以
所以这个叫做出外命，出外发展，出外发展好不好？不好，哦，前面讲过不好嘛，因为太阳化气，是非多，贵少贵人，出外没有帮助，哦，虽然讲出外，可是出外其实是对他没有帮助，啊，出外要小心有些意外的问题，哦，太阳化气意外问题，因为他刚好是在这个四正位，哦，命迁子田讲到四正位，四正位讲过，我们在四化紫微斗数四正位，命迁子田四正位。这里面有一些四化星，代表都会跟随的意外有关，所以这个出外小心会有所谓的车祸的问题。